在这个古月放改了，这个也个咋用放的，一道以为大个，总的二亩地，大了俩袋就糊嘛，一袋就80来斤，来炸油了，那个他自己现在有病，是半身不遂，他如果拐弯，改不了活，最后我们就正好把这个卸的啥，这个地其实的啥的，把这个咱俩袋的外包它弄起来，咱俩袋是能炸个5-6十斤油，一半也是20斤，他说他这个胡麻子好，应该能炸到30斤，他这个胡麻是化色的，一半的都是红的，他这是个化色的，那个加在大哥家是晒够的，有个闺女出嫁了，老板也有病，那个咋他在物流时间又是自己他也不买了。 大一百个嘛。